一般网球规则是，如果没抛好可以。没抛好，你只要没有做没有做出挥拍的动作都可以重来。哦，可以一直在那边抛。你可以一直抛，爱抛多久抛多久。你爱抛多久抛多久。那个教练，麻烦你打到其中一组再过来教我。那我们下次见。算了。嗨嗨，我是 Josh， 欢迎收看 Josh 的运动日记。那教练，我们今天终于要来学最帅的发球了。我刚看到教练你在那边有摆了一些目标物，嗯哼，那个那么小，真的是有办法打得到吗？我自己在练球的时候也不太好击中，所以。加油喽！啊，这是一个期望而已啊。对，只是一个梦想。好，那教练，那发球的基本动作要怎么做？我们一样有教过握拍了。对，但它最简单的是，我们一样是东方式。嗯。然后来，你的左手握着球、嗯，我们的发球动作就这么简单。你把球放在你的甜心区。嗯。好，我们现在站到线上来，站到甜心区。然后你看我的脚。嗯。我们一个弯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接下来最难的就是我们要把球发出去了。OK， 讲跟没讲一样啊。最难就是把球发出去啊。这边你知道有一个画圆圈吗？对，画圆圈，你看这样有没有像一个画圆圈？你看，我们只是到这边有点，我们现在是弯的嘛。对，我们到最后是这样伸开了画一个圆圈，是还蛮简单。这样还可以吧，像投球一样。对，像投球，像棒球投球一样。嗯。但我们只是多了一个旋转，多一个旋转。欸、可是刚刚如果是这样子拿的话，举上来拍面不是变成像切了一样？切的啊，我们一样都是用切的。哦，是用切的。因为我们现在以先把球发漂亮、发进为主。哦、OK。然后因为我们发球有很多种，我们现在以初学者最简单的入门款为主。我们先用斜方，你看我的动作，我先示范一次，帅一点，拍两下，转出去一个画圈圈，再贴出去，就这么简单。哇，好难哦！你先，我们先来，我先学前面这个这两下。对，先来示范一次，然后抛起来，画一个圈圈。OK， 不够高哎 ，Sorry， 我忘记一个点。我们先来练习抛球。这样子，抛到你这个地方，球拍伸直，你先看，你球拍的高度在哪边？伸直，那你的球就要抛到这个地方。哦，可以吗？要在正前方，在你的头正前方，你看，头的正前方，可以吗？欸、一般网球规则是，如果没抛好可以。没抛好，你只要没有做没有做出挥拍的动作都可以重来。哦，可以一直在那边抛。你可以一直抛，爱抛多久抛多久。你爱抛多久抛多久。OK， 所以抛起来。对，哦、是这样。来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打到拍子，切到。动作还可以哈。可以，来。动作还可以，但是我们要先把球点好。但是，我们一样要帅啦。我们一样要帅。动作先拍两下，这最重要的。对，后面准备好。准备好。然后瞪着对手，你的对手在对面。OK。然后抛，转身。在，好了吗？我们刚刚打，我们上一集打反拍不是有这样子出去吗？对。我们这个也是一样，你看，然后慢动作。转，这边，绕一圈也是转，这边，伸脚出去 ，OK OK， 加油，可以，太难了，自己加油，瞪着对手啊，对，还可以，那肩膀甩出去，肩膀，对，刚刚我教你的是整个完整版的，因为对初学者来说，完整版的发球太难。我们现在有桃夹包，桃夹包又来了、哦。你把你的肩膀放这边，一样动作正好，像砍的那种，不是，呵呵不好。坏习惯。帮我静音一下，对，想砍的那种，就那种，对。来，这样子，我们刚刚是有放抛球。来，你先看我示范一次哦。抛球，我们现在是抛球之后，就这样子下去而已，简单吧。身体要跟出去吗？放在肩膀上，像是你以前要包着行李，然后要出离家出走，放在肩膀上。就这样子。哦，可以吗？放在肩膀上，你完全的放在肩膀上。对。可以。切到，不要太切。再来一次哦。这样子，
我们现在是切，我们要这样切出去，所以不要太饱。你看到，再来是慢动作哦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哦，为什么你这样子拿的时候有办法打到拍面啊？我觉得都会削到。我有没有教你抛球？哦，抛球是最重要的一点。要在你的正上方，你丢出去是在最高，你要身体有点，你看我刚刚是说你全身都要转，你的身体是这样转出去，这样出来，哦，转成正面的时候就会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对，我们现在是从一半开始，然后我们也是从一半开始这样转，我可能要转出来才打，打到拍面，来吧 try 一个，再来一次，可能有一点点，因为你丢太低了，哦，那样还太低，在正上方，再高一点点。延伸的时候，你的身体要开始动。延伸难啊，动好难哦，跟正反拍差很多哦。对啊，那个我们可能要拍到明年了，各位要准备好了，不好意思。这是一个一整年的计划。是的，没有错。慢了一点点，你看你已经丢完了你的球，哦，你的手还在那边，我都踩在这边动。全身性运动，你哪边动，你就是一起要全同时动。对，再一次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来，我给你一个 target， 你不会打到我球拍，来，我放在这边，你要打在这边。来了，好点吧？有好一点，有好一点，有大概秒。原来我们嘉许喜欢有点目标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他打起球肩膀就酸酸的。再一次，来，大概是你正上方这个位置。Okay. 你要丢过一点点，有好一点，好一点，来了，有东西瞄会比较有帮助。那没东西哦，好，要对面有一个瞄前面标，低了，低了，太低了，再抛高一点，对，抛高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难哦，你的手腕要多转一点，转回来，这样出去 ，OK， 好。哦，差点就中了，操！我蛮好可惜，高点，还是太，因为抛球比较困难。动作抛得稳，动作还好吧？动作还可以，就是要最主 要转出去就好。最主要的就是抛球，就是你要在你伸出来，要在你的球拍正上方再高一点。哇，这个好难。对，这个比较困难一点。还可以，就是位置如果有抛对，然后位置有身体有转，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哦，就快打到，有有点感觉哦。一个手要伸，对，好，现在你要加上身体要旋转出去。啊，对，刚刚那好像来没有转，就现在加上身体要旋转出去。这样你看啊，身体旋转出去。可以再一次吗？到底是哪里旋转？旋转出去，你有点，你看我们现在这边过，我们现在在对向那边嘛，胸口对到那边去。对。然后我们要直接往那边去，因为你的对手在那边。网球、哦、完全转成正面。对，它是一个连贯。你现在我们现在是学发球，那以后我们可能要跟别人比赛。对。你这样发完到正面，准备好，第一、第二集就出现了。正拍反拍 ，OK， 对你发完就要准备好。好。太低了，对吧？打到框，对吧？打到框，对，这个就是瞄准。哈哈哈哈哈，超准啊！有，有点接近，但是还是有点留在那。对，都。没有打到最甜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动作是高假包啦，所以你会比较难去抓准。然后你现在来示范，你现在这个 OK 嘛？你现在这个后半段 OK 了嘛？我们要把前面的元素加进去，绕一个圈圈，挥完。但是你到这边的时候，你看，你看一下这边最重要，你看，哇，有点像我们前面捧拍撒糖嘛？对，你现在是从下面往上撒。我们很喜欢撒糖 ，sorry。你看，从下面往上挥完 ，OK？ 我怎么打的？是不是？啊，我先试一下那个抛球。对，这样子就抛，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。正上方，哎，这个可以 ，OK。来吧，
怎样？去哪里？他有点害羞。嗯。重心，我们的重心是，我们的重心是要往前，不要，你有点，刚那个抛到我后面去了，有点往外倒。嗯。哈哈哈哈哈！相机有拍到，重新来过，再来一次。我们驾驶是有天分的，观众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那个教练，麻烦你打到其中一组，再过来教我。那我们下次见。算了。欸、你刚刚那球很快啊！我吓到了。你刚刚动作是漂亮的，是怎么打出去的？我刚刚，等一下，特写，楼下有。开始，再一次，再示范一次，抱歉，没有再一次的，没有，这个一天大概只能打出一球，第二球吧。可能都会抛到身体后面，对，前面一点，就看前面，对，漂亮，然后有击球那样的感觉了，对，就是如果我现在发现，就是抛的位置真的影响好大哦，对，然后你动作这个有做出来会很漂亮，嗯。OK 吗？有好一点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最完整的一个，嗯，再加上声音，会很帅。再加上声音呢，我先示范一次。OK。好了，加上声音呢，击球出去的瞬间。OK 吗？啊，如果插到，然后日耶，我很尴尬。那大声一点。哦，大声点就不会尴尬了。对，叫大声一点。日耶。那你在管啊，这个声音可以再大声一点，就不会尴尬。哎呀，对，你现在想要用力了。嗯，对，我们先把动作做好。OK， 最后一个我们就收了。好，来啊，一样，这边放轻松点，一样放轻松点。这样子而已，就这样子抛出去，放轻松点。有点太后面。对。哦，有一点点。球速有出来，就是在前面的话才打得出来。对。后面都会比压到。你第一次来讲，这个已经不错了。嗯。教练，我刚刚觉得发球好像比前面两堂课都还要再难上很多哎。嗯。那你之前是说，一般入刚开始的初学者啊，学习发球大概要学到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打比赛？正常要学，很认真学一个礼拜三五天的话，要学两个月，才会有到刚刚你击中球那个感觉。嗯，你刚刚有一颗是很漂亮，对，就那一颗。今天运气蛮好，录了一个早上，终于录到一颗。对，今天运气蛮好的。但我本身如果自己在打的话，我也是发了蛮久才会中，所以有点甘拜下风。但你刚刚那个发球动作真的还蛮不错，还蛮漂亮的。那一般一开始如果这个动作还学不会的话，会用那种低手的去发吗？还是会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大人，对，我们要做大人的事情，就是就算发不进，至少也要帅。没错，驾驶说的非常好，发不进我们也要帅。OK， 对，我们只要把动作做好，人家就觉得你是专业的，可以，然后至少装备穿得帅一点。对，没有错的，对，是的。OK， 好，那么我们下一集呢，最后就是要来验收一下了，那请大家也继续锁定驾驶的运动日记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